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佩莹，欢迎收看今日的南投新闻。在空地处，南投山区回响更加多。在七号下晡两点开始，在南投县会长中心户外广场楼地展开，是吸引满地的乡亲前来参加。这次是邀请到马来西亚的歌手陈芳宇，以及台湾歌手凯尔、邱君等等，还有国际学校社团所带来的精彩表演，是让现场闹得滚滚。全家神在哪里？南投县长柯淑华、南投县政府文化局长林英松以及议员丁来宾发送海报以及圣诞礼物，好大卡的民众。2024南投山谷回响音乐节，广府嘛准备一场的灯光音乐秀。第一届举办的是控制室南投山谷回响音乐节，邀请国内外流行歌手甲 DJ 演出，吸引不少少年朋友参加。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还在游戏。那你喜欢他什么歌？我喜欢他 Would You Be Mine， 就是他跟他女朋友 Christy 求婚的那首歌。然后我希望他今天可以跟他拍到照。很好。Yeah, 很好。那有特别为谁而来吗？很多都想听，蛮热闹的。那感觉气氛怎样？气氛很棒，气氛很棒。那有特别期待哪位歌手吗？我今天陈芳宇。今天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在跨年的时候，他也可以去选择别的这个县市来参加哈。其实有更多的选择。那当然，另外像我们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亲近的连线这个跨年的活动，我们一样会持续的。那最主要呢，我们希望就是说，让我们南投县的各种的音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活络哦。山谷回响音乐节邀请香港歌手台声优势、台湾新一代的歌手思远、班恩丁丁轮番演唱。请本地甲外观切兵将到场欣赏，当中阁安排几来位 DJ 轮流插热现场气氛。这一回办这样的一个山谷回响，徐县长他一直都是非常具有青春活力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哈，所以他上任之后呢，我们成立了青发所，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的就业等等啊，他都非常重视。音乐节啊，确实是针对年轻朋友来办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吸引的非常非常多的青年朋友哈到现场来啊。广府文化局指出，音乐节在圣诞月办理，现场也阁规划将近40档市集，有美食、毛文创商品，结合音乐加庆典，希望让游客体验南投的人文特色，记者是不是差不多？